真相一直在你身边，只是你还没发觉。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真相调查员梁伟。你见过空投落地之前就被劫走的吗？说实话，我也不信，毕竟这种操作我只在端游《绝地求生》里面看到过。可昨天就有一位粉丝发了一个视频，看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意思。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原版视频。可以看到视频中的原作者是在空中和空投汇合，然后迅速打开了空投箱，并把里面的物资看得一清二楚。我去，不过他到底有没有取出来我也不知道，因为视频到后面就结束了。但好像的确能看到里面的东西，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去游戏里面测试一下。首先要达到空中跟空投汇合，显然只能在娱乐模式空降骑兵中实现，因为这个模式可以不停的跳伞，而且有非常多的空投掉落。当你听到飞机来的时候，我们就选择自雷，然后就可以再次跳伞了，并且在空中放慢速度，找到空投后我们迅速前往。可以看到想要卡上去非常的困难，因为空投的速度跟你降落的速度是存在差异的，而你每次开伞和人物俯冲都有不同的速度，所以想要正好卡入那个点是非常困难的。不过从原视频里面可以看到，在空中查看物资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直接从空中取出空投箱里面的物资在手游里面应该是不太可能了，大家觉得呢？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评论转发，我是真爱调查员梁伟，我们下期视频再见。